周月琪歌声优雅动人，在百合二重唱的期间发行过18张的唱片，曾经荣获金曲奖等殊荣的肯定。今天呢，她将用口感爽脆的芦笋、清甜的红椒、沾点味增酱包覆在海苔里面，再搭配新鲜的百合，幻化出清新淡雅的2道料理。现在啊，就让我们来品尝这幸福的好滋味吧。西洋带新秀派，凯公带来来欢迎我们大家最喜欢听她优美歌声的小百合周月琪，你好，爱珍姐，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哎呦，要叫你小百合还是叫周月琪都好，因为你现在有个演唱会叫《乐声响起》，是周月琪好了，你不觉得那个名字取得真好吗？真好，周月琪，对不对？我很佩服我自己，对，我自己取的嘞。周月琪是你自己取的，不是你宝贝？不是，我说乐声响起。哦，乐声响起是啊。哎，所以说爸爸妈妈在帮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其实已经好像冥冥之中就已经确定了你未来的一个方向，对不对？对，其实也说起来还蛮巧合的。我们家众姐妹，只有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而且你看，他老人家绝对没想到有一天就会用他的名字做文章，乐声响起。是是。像我的名字，我妈妈也取得很好，我叫谭爱珍，对不对？爱珍。反过来怎么念？谭爱珍，真爱谭，对嘛？当主持人，真爱这个谭还是个谭？谈都赶快啦，所以说，这个真的谢谢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周月琪小百合呢，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还要介绍，她为什么会要开这个个人演唱会了啊？好，那么你今天做的料理跟你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有关，叫做今天2道菜，一道是芦笋百合，百合，对，那另外一道是芦笋海苔卷，好哎，这两个都是用芦笋呢来做这个主角，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芦笋之外，还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芦笋炒百合，材料有芦笋一把，百合一碗，枸杞半小碗。调味料有盐一茶匙，香菇粉一茶匙，芦笋海苔卷。材料有芦笋一把，红甜椒半颗，大片海苔6片。调味料有味增酱一小碗，素千岛酱一小碗。小百合，你会做菜哈？我其实以前很会做，而且听说还这个是家政学校，是不是？我是高中就在家政学校，因为成绩很棒，所以就保送到大学。哇，这个高手来着，来看看，来先炒这道嘛哈，就是芦笋百合。那我要先切菜，你先切菜，这个要不要烫？要蒜烫一下。那我就把这个芦笋啊切成4段好了。OK， 这样感觉差不多这个长度 OK。然后呢，串烫一下。好，这个部分是切，对不对？切。另外这个部分呢就不用了，这个地方不用切，因为等一下把它卷起来。就像手卷一样的。对。好，那我们这个百合本来是整颗的嘛，那已经它已经剥好了，蒸好，然后把那个褐色的部分也去掉了。是。所以就很漂亮，一颗就这么多。好那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教你一下，你怎么会去上家政学校？其实是父母的期望是希望我能够去读医或读护理，可是偏偏我这个从小眼睛不太好，所以功课就跟不上别人，是因为近视眼。你是因为近视眼跟不上别人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一方面也是我这个因为近视眼以后跟不上，就越不想念书了。可是像你呢，就是
找到了不是喜欢唱歌的路吗？对啊，因为后来我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加入合唱团。小学，从小学五年级就被选进去，就觉得哦，与有荣焉，原来我会唱歌。哎，你会不知道你原来会唱歌？不知道，在我还没加入合唱团之前，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讲没有印象。哎，很奇怪哈，因为之前我住在乡下。排行兄弟姐妹，几个？六个。你老几？我老三。卡张，卡在中间那一张。对对对对对。然后从头看也不太注意你，从尾巴看也是在中间。对，所以我们家的什么家事、扫地啦、擦地板啊，是啊，妈妈都会叫我。哈，哎，我本来我还以为说那个卡张卡在中间那一个，妈妈就会不注意啊，然后都不会教她做事啊。没有，因为卡在中间的前后都很会读书，所以这不会读书的就是做家事嘛。啊，那就发挥另外一个专长，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你会唱歌。在加入合唱团之前，那个印象有点模糊，大概每天都迷迷糊糊过日子。哦，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去记得一些事。对啊，就是好像从乡下的学校转到都市之后，就看到都市的孩子，觉得有点自卑，会有自卑感，有点自卑感，就觉得自己很土。真的吗？我们早上的这个升旗都要穿黑色的短裤，这个先捞起来。好，来。哎，那个时候其实小学生的制服还蛮土的，就是黑的短裤，然后有松紧带，还蓬蓬的，是不是？有点像灯笼裙。对。可是呢，因为我刚从乡下学校转过来，我连那个黑裤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朝会的时候啊，不是要做体操吗？然后我就穿了一件三角裤，我妈妈做的，而且是直条纹的，我就觉得很害羞。哎，你妈妈嘛是叫天才耶。哎呀，阿姨就讲不要紧啊，我要紧的紧啊嘛。哎呀，对呀，可是没有想到你那时候几年级？四年级懂事了。对，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对，会耶。然后新转进去的又觉得自己好像大家都不熟，不熟啊，嘿，然后个性又比较保守。哎，其实现在想起来，小孩子记得这件事情，就表示其实留在他心里面的影响是有阴影的，有阴影的。对对。那还要烫什么？百合稍微给它烫一下下就好了，过个水就好了，过个水就好了，我们放这边烫一下。哎，所以说我们真的不要自以为说，哎，你哪不要紧啊？对对。那后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当中，怎么会就是接触到合唱团？因为学校那时候就是比较专制，就是招考合唱团，每一个人都要去。哦，对啊，不管你愿不愿意报名。对对对对，我们没有报名的，全班都要去。哦，就被选上。哎，就不小心被选上。歌声很好。也许本来就有赋予这样的细胞，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也没有兴趣，对不对？那时候也不知道，也没有很有兴趣，因为家里都没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哈哈哈。对。哎，那真的是一个机缘。对啊，对啊。那么它也是一样的，要给它放在这里了。其实可以放在一起，没有关系。对，好。哦，原来我们小百合这么会唱歌的人，小时候不知道自己会唱歌。我小时候因为我外公在一个学校当校长，那时候在山上，然后没有伴，我妈妈就派我去当他的陪伴。对啊，那时候还很小，所以他弹风琴，你会唱歌吗？我不会唱，我就在那边看而已，听音乐而已。对对对。哦，这个有意思。你现在要炒了吗？对，我现在可以炒了哈。所以说，当你被选上合唱团的时候，只是觉得那是一个荣耀。对，就是去练合唱可以公假嘛。主要是可以不要上课。对啊，哦，这样多快乐啊！嘿呀，嘿，对啊。然后唱些什么就？对啊，就唱一些合唱曲啊，比如说什么《茉莉花》呀之类的。我们对对对，好，我不能再唱，我一唱他们就说我又要杀生了。怎么会？好，不用吃太油，不要吃太油。但是这样想想，这个好橄榄油就这两样嘛，是不是？就这两样，然后再加上枸杞子。哦，那这里这个漂亮哦。对，炒的很简单，红白绿哦，好漂亮，好漂亮。对，好，什么颜色都有，都有，对不对？然后这是香菇粉嘛，等一下就一起就给它加下去，直接就炒下去了，简单，简单，但是营养又好吃。对对对，
因为现在人忙碌嘛，哈，其实没什么时间做菜啊。对，这是一道非常好的素食。你自己会做吗？我自己偶尔会做，其实我也吃素吃很久了。真的？嗯，就觉得很想吃素。不过这个理由是来自于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个为什么那个货车上面啊，掉了好多的人在那边。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晚上对不对？对对对，前面有一台大货车，大货车，然后上面掉了很多的人，然后都裸体的，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把这些都加进来，嗯哼，那个这些应该可以加个一半，对。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前面货车上面好像掉了很多裸体的人，嗯，那样的景象不是让你觉得很对？然后我又很仔细的再把它往前再看。哦，你很好，你的那个很勇敢，就是说看清楚怎么回事，再看清楚怎么回事，对，是，然后再加点香菇粉，好，可以加点水，好。哇，那个感觉很震撼。对，然后一看呢，才发现那是猪，那个是已经宰好，屠宰场宰好的，然后毛皮也扒掉。对，哎，可是你竟然看到的是人呢？对，我觉得那是我刚开始看是哇，怎么那么多人掉在那边？我吓一大跳。是，从此以后就开始吃素了。你知道吗？你的这个看到的现象，不是你一个人这样，曾经也有一位人这样法师，有一位法师，他也是这样子看到，所以其实就在讲到说，也许六道轮回里面，我们生生世世在轮回，可能今生我是人，也许上辈子我是动物，其实都不一定，都不一定，所以才会在佛教里面才会在讲，今天你吃他，来世他吃你，对，哦，是不是？对，好，那么这个就好了，我们就可以来成盘了，哈，好，芦笋炒百合。做法是芦笋切断穿烫，百合穿烫，枸杞泡软备用。起油锅放入芦笋、百合、枸杞、盐、香菇粉以及少许的清水，翻炒约两分钟就可以了。好，那现在这个首先要怎么处理？把这个红椒啊，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等一下要包到海苔里面去。所以我这个又是营养又健康。对，所以说你说你看到那样的景象之后，你其实就不太敢吃肉了，应该是这么说。对对对对对，这样子也吃了好多年喽。当时吃了大概十年。好，后来为什么开荤？后来就很不精进就开荤。也许因为那个工作方便。工作的因为工作有时候到国外去很不方便。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对啊，这个出门在外也经常是对啊不太方便，所以就开始吃方便素。哦，锅边素。对，后来吃久了道心退转。前一阵子想一想，我觉得还是应该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很舒服，舒服，身体觉得很舒服。对，其实体力耐力也比较好。对呀，对呀，所以感觉你也会很清爽啊。是是，身体会比较轻。对，而且吃素你会觉得你想吃更多不同的东西。五颜六色的蔬菜，对对，反而会好。对啊，你有吃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你的菜够了，就不会再去吃那么多东西。你说对了，所以反而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对，吃素你就会注意，对不对？对啊。好，再来海苔，我叫海苔啊哈，这个就要现卷现吃喽，是，对不对？我们吃要个两片好了。好，这个跟一般的手卷稍微有点变化。对对对，我用剪刀把它剪成四片。然后再把它解开。好，其实我在想哈，我们这个周月琪啊，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百合二重唱嘛，对不对？对。你们是什么样情况之下变成了一个团体？本来不认识的，对不对？我跟大百合的结识，其实因为我之前唱合音嘛。哦。我踏入演艺圈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帮凤飞飞合音，一道彩虹，你爱周末到彩虹，
挂在天空。哇，那时候帮他合音，他们的专属合音，然后就这样子才跟演艺圈有一点点渊源。然后来因为合音的关系，又认识了大百合。啊，那两个人音质很相合。对，也是被凑在一起的啦。你们两个凑在一起，一起，然后就表演。对，我们原来是互相都不认识的。对呀，我也是记得，好像你们就是完全来自完全来自不同家庭。不过很巧的是，我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认识了。对，这个姻缘也不可思议。对啊，就在我们合作大概十年后吧，就是有一些爸爸的朋友就讲说，你知道小百合的爸爸是谁吗？就在跟大百合爸爸说，然后他说不知道，他说就是以前我们部队的那个周一官啊。啊，还同部队哦。对，然后还我爸爸当医官，他爸爸是驾驶。然后很好玩的是，我妈妈在那个部队教日文。所以他爸爸其实都认得你爸爸妈妈。对，只是后来因为可能各奔前程，对呀对呀，就分开了，然后各自生下了我们两个女儿。哎呦，天哪！这个您这个都可以写成故事了，故事上不可思议，真的。哎，然后要我把它这个以后呢，我就来把这个这个叫 miso 酱，就非常简单，就这样子铺上去。是，对对。然后嘞，然后磨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芦笋，因为已经串烫好了哦，一根太细了，我们就用两根好了。再拿这个红椒配在一起，哎，然后让它出点头，比较漂亮。哦，然后把它。就把它这样卷起来。哦，哎呦，这个是漂亮的，这样就好了，这样就一个，我们就做个四个嘛，哈。哎，好漂亮，红红绿绿的。是。这个现做现吃。对。所以想到说，当然，你跟大百合的所有的表演的，大家都了解了哈。是。很多大家都很喜欢听百合二重唱歌声，那就是现在才晓得，原来他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生的缘分哈。演员对。那我们就回到就是说，你在学校呢是参加合唱团，那可是后来你念的是家。家政是为什么要去念家政？就是考到家政吗？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直接考到家政学校去。那时候我妈妈她跟我说不准读私立学校。啊，为什么？太贵。她对我们家孩子多嘛。哦，对。那虽然我爸是医生呢，其实生活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我妈妈就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哦，没有这个必要。对，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去念家政职业学校。其实以前的真的女生念家政最好了。对，贤妻良母。是啊，是啊。那就念家政，那就念家政。可是听说在家政学校的表现很棒。我本来在家里就经常被我妈妈训练，所以我其实还蛮身手蛮利落的。身手蛮利落，就是。小小年纪就很会为家人做料理，哎，会做菜而已啦，也不是说料理，真的。嘿，然后因为我很爱勾毛衣啊，对，钩针，对，钩针，我勾得很快哦，快到看不到手啦。哦，速度这么快哦？对，哇，对，然后所以我家政分数就都很高，因为老师都没有我厉害。哎呦，超厉害！哇，然后呢？然后啊，就因为功课啊一直都还蛮好的，其实比起其他同学我比较认真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成绩都很好，那我不好就很自卑嘛，要读职业学校，就拼一下，我就一直维持在很好的功课成绩，然后就参加保送甄试。哎呦，你看，然后自己又是这个家政这方面学科也棒，数科也棒，对。因为很好念哦，因为有兴趣嘛，就很好念。对，这个倒是真的，你有兴趣做的事情会表现得特别的好。对啊，就很有，就好像轻而易举就可以拿到很好，边看电视边读书，好厉害，拿第一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照自己兴趣来发展是对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试卷好了以后呢，我们再用一个海苔，再把它四个卷在一起。那既然就是说家政学校，然后念大学毕业之后，那怎么会走上歌唱去当合音啊？去当那个，当这个凤飞飞很红的时候啊，制作单位啊，这样把它包起来。制作单位啊，就跑到我们学校来找音乐系的学生。哦，星探。要不是找音乐系的学生要帮凤飞飞做合音，担任合音天使。那音乐系不可以。
所以他就找到合唱团来。哦，那你当时是合唱？我当然是合唱团，我唱女高音。嗯，然后我们就挑了几位，四位男生，四位女生。嗯。就一起去帮凤尾飞合音了，就这样子，就这样接上了，对，就接上了，对对对，就接上了这个不解之缘，而且也是我们的福气，就可以听到优美的歌声啊，朱月琪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那么这个料理就算好了是吗？对，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淋上那个这个叫做千岛酱，千岛酱。好，就这两道菜虽然简简单单，但是呢健康也很营养。对，那我们就先来吃吃看喽。好好。好，芦笋海苔卷做法是：红甜椒切条状，芦笋穿烫备用，海苔片剪成四小片，每一小片海苔铺上味增酱，再放上两根芦笋以及一条红甜椒卷起，最后再用一张海苔片将四份卷好的芦笋卷卷起来，直立于盘中，然后淋上千岛酱就可以了。我的天哪，看到没有，乐声响起啊，乐琪，周乐琪，这边写的是小百合长荣交响乐团。比较特别的是跟交响乐团一起做跨界的合作。天哪，那你唱什么歌？其实我唱很多的闽南语歌曲，老一点的闽南语歌。老一点多老了呢？老到像妈妈恰利亚波丁啊，或者是那个那种类似月夜愁这样的年代的东西，好有感觉哦，感觉对不对？对，由交响乐团来演奏，更是呈现出那种更美的感觉。然后除了这些老的闽南语歌曲之外，还会有民歌的单元，民歌，然后也会有你那个年代的，对，然后也会有国语老歌，国语老歌，然后比较特别也比较挑战的是音乐剧里面的选曲，音乐剧，哪一类的？类似像莎拉布莱曼唱的东西，比如说歌剧魅影啊，或者是 Time to say goodbye 啊，这样子。哇，所以说很不一样的表演，很不一样。然后我们有百人大合音，小百合是想当年，你是去帮凤飞飞当合音，对，合音的时候几个人最多？那时候是四男四女，四男四女，对，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站在那个后面旁边，对不对？对。现在你自己个人演唱会是百人大合，对，因为特别讲一下，是这些百人是我的学生们，你教学了？对，其实我教学有二十几年了。所以我有很多的学生，那我想这难得的机会请学生一起上台，因为百人唱起来那个气势不一样的。对，哎呦，好期待哟。好，如果说大家也真的好好的想要去感受一下，就去听我们小百合周月琪的个人演唱会《乐声响起》。好，对，真的很希望大家来捧场。对呀，哎呀，还有妈妈恰利亚波丁，我小爱，真的。对呀，但是这首歌，我唱起来就难听了。妈妈恰利亚阿波丁，其实你声音很好的，我搞笑版的。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好吗？好，刚刚自己做的这个家政高手，靠这个，就这个甄选大学，你看，大学这个保送甄试，保送甄选甄试，你看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要考这些炒菜料理，然后考一些名词，什么叫做涮啊，什么叫做烫啊，什么叫煎啊炸啊，这些名词，对，所以也是行家来的喽，将来可以开烹饪班喽，哎呦，不敢不敢，好，我们在那边祝福，先祝福我们小百合的乐声响起演唱会成功，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试试看。